台南国务节活动10月30日来到台北进行宣传。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第一摆甲台湾大哥大合作活动，上午11点伫个美丽华百乐园喷水池广场热烈登场。市长赖清德特别拜相，甲台湾大哥大郑总经理、台湾大哥大基金会张董事长以及经济部工业局萧副局长等贵宾共同徛台支持。3、2、1，前进！台湾大哥大，台南市政府，牵手共创美好购物新天国，正式起跑！台南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人文气息非常典雅。除此之外，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小吃跟这个伴手礼。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这个台南市政府也精选了百家的名店呢，就在我们这个广场里面呢。各位呢，待会儿可以去尝试看看，绝对不虚此行。那如果呢，各位呢，今天这个尝鲜了以后还不够呢，我们台湾大哥大呢，在这个我们的购物呢，有一个台南购物节的一个专馆，那我们这个就是结合实体通路跟虚拟通路，就是所谓的 O2O， 来让各位呢，在座的呢。可以到这个购物的网，就是台湾大哥大买凤购物里面的什么台南购物专馆，来买这些台南的道地的一个名产跟这个伴手礼。我小时候开始，从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每年寒暑假都是跑到台南去。到台南去的最重要的事情，除了看我们的亲戚朋友以外，就是到台南去享受台南的小吃，或是说有的时候不能够下去，我们在台北的亲戚朋友回台南也一定会帮我们带回台南的肉粽啊、什么水晶饺啊之类的。所以我今天是来插花了。插花其实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想来这边重温旧梦，重新体会一下台南的味道，不用到台南去也可以体会到台南的味道。当然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虚实整合啊，我们今天的购物节啊，也能鼓励包括我自己或是很多朋友啊，有空就下台南去亲身体会一下台南的风土人情啊。借你一只手还有你的拇指来比一个赞，也请台上的六位后面的大机器来挥手一下， Welcome to 台南，我们等你来 shopping。赖市长特别感谢台湾大哥大郑总经理以及台湾大哥大基金会张董事长的支持，让台南的商品会当透过卖凤平台，伫个全台各地销售。赖市长讲，食饭皇帝大是台南市推动市政的核心理念，为着要达到目标，一方面积极招商发展工业，另外一方面嘛必须要积极发展商业。台湾大哥大买凤平台是台湾数一数二的购物平台，我们非常感谢郑董事长以及郑总经理及张董事长对台南市的厚爱，让我们台南购物节的各种商品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在全台各地销售。我相信我们今年第六届的台南购物节业绩一定可以长虹。我在这里呢，代表台南市全体商家跟郑总经理、张董事长、跟台湾大哥大的好朋友表示最大的感谢。吃饭皇帝大是我们台南市推动各项市政的核心理念。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呢，我们积极招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每一个台南市市民都有机会到工业区上班。我们认为发展商业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县市合并，我接任市长的第一年，我们经发局就推出了台南购物节啊，那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台南市的百货公司、大卖场啊，还有这个商圈，还有特定的这个商家啊，我们都把它整合进来。所以如果说我们台南市市民啊，除了踊跃购物以外呢，我们也欢迎透过这个平台啊，全台湾的好朋友也可以来到台南旅游。只要在11月11号到12月31号这中间买200块以上的商品，那就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个百万名车啊。县市合并了后，就开始推出了台南购物节，今年已经是第6届。
活动涵盖台南市的大卖场、百货、各商圈以及特约商家，除了鼓励台南市民消费支持以外，更加欢迎台湾的朋友来到台南佚佗。11月11日开始，来到台南消费满200元，发票线上登录了后，就会当参加抽奖，有机会抽到100万名车。希望大家支持台南，把握一摆难得的机会。